我们数据的备份恢复的命令。数据备份恢复的命令大家还有印象吗？首先我们要进行数据备份恢复，可以在这里写吗？是不是不可以，对不对？千万不要在这里给写了哈。那比如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豆瓣这个数据库下面数据备份到本地当前这个目录下，怎么备份呢？是不是 mongo dump 呀？mongo dump 啊 ，mongo dump 呢杠 h， 如果它本级的话，我们是不用写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呢？杠 d database， 对不对？我们有个数据库叫豆瓣，然后呢，我们要把它保存到当前目录下的，当前目录下来，我们来看，回头看一下，这里是不是就有了一个豆瓣啊？然后我们要恢复怎么恢复呀 ？mongo restore， 对不对 ？sture 对不对？然后杠什么呀？也是一样的杠 d， 对不对？我们要恢复到豆瓣二里面去，对吧？那么杠杠 gr 表示它的位置，对不对？那就是豆瓣。然后在这里呢，我们搜一下 dbs， 这里是不是有个豆瓣二了呀？有豆瓣二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呢拷给大家，大家来恢复一下，然后做一下下面这个练习。大家可以先把这个 FAQ 上来。